Hello， 大家，我是莎拉。那今天呢，我们要去吃一间在日本桥非常有名的猪排店，它叫做哈基梅。那这间猪排店有名是因为它有超大分量，250克的超大猪排。那这个猪排盖在那个冻饭上面，会看起来非常的澎湃，然后 CP 值很高，所以它在 Tabelaku 上面呢也有3.5以上的评价。所以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吃吃看，到底有多好吃。Let's go。OK， 我们现在吃完了。我觉得整体来说呢，确实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扎实的超大猪排。但是我觉得以女生的食量来说，它真的蛮大份的，会有点吃不完。那现在吃完了，我们现在要去就在旁边的一栋大楼里面有一个有点像是沉浸式的画展。那这个展呢，主要是像后印象派的主要的艺术家，像是梵谷啊、塞尚啊、高更等等的他们的作品，那他会把这些作品呢变化成比较互动式的，然后有科技感融入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现在就到旁边的这栋大楼去看看。OK，Let's go。
命运比较好的，但是箱子很大，对不对？炸茄子。他们这个鱼都是在旁边现烤的，然后这个酱汁味道刚刚好的咸度，然后搭配外皮酥酥的，但是内里面的鱼肉超级嫩。我们点了其中一个呢，这个它的肉质非常的细，然后它的鱼身是红色的，但是烤完之后是看不出来，但是它的鱼肉真的非常的嫩，超级嫩。然后我点的这个呢，它是青花鱼，就比较有嚼劲有口感的那种鱼肉，就是很扎实的，然后也是非常大块，所以我觉得两个都非常好吃。然后这里是算是日本这边丸之内大道这边的商业午餐，午餐的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来吃，因为 CP 值很高。我们点的是香草冰淇淋口味的，很烫哦，好香哦。要赶快吃，不然冰淇淋马上就要融化了。我觉得香草比较好吃，我们上次吃过抹茶的，但日本香草冰淇淋真的是永远不会出错，推荐大家点香草，很好吃。
另外刚刚还有额外的抹茶酱，然后布丁也是抹茶口味的。